太扯了！演习，世界末日是什么？完整的原子弹爆炸体，现在家中扫荡所需补给，借在末日后世界，末日后世界中自家辐射避难所与生存下去，还是玩普通就好，搭黄实在是有点难度啊！家里扫荡哦，不知道可以拿什么。哦，这个就是我斧头。怎么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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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鬼啊？怎么拿？空白键，空白键。哦，这样才算开始啊！防毒面具，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鬼。要跑快一点吗？这位先生，跑快点！女儿，不行，感觉太胖了。那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随便拿。哦，水。避难所，避难所在哪？白痴哦！对。怎么样？会丢下去吗？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尖酸刻薄女，你滚啦、啊！我不要你。只有罐头汤是我的好朋友而已。妈的！去避难所，去避难所！哎、啊，快点！跑起来！一二。哦，不要买那么多家具。枪、子弹，机会到！枪要占两只手哎。女儿跟爸爸一起走吧，女儿。来不及了。我放生了我的儿子跟尖酸刻薄女，该没差。反正那个尖酸刻薄女在三轮居然放生我，害我要跟一群半裸的歹徒在那边对峙。哇，那个女儿长得跟爸爸是同一张脸。第一天，至少我们两个逃进来了。如果我们房小点，地板也不那么滑的话，哎呦，有点滑、哦。我看这个有点滑是女儿的错吧？有啊，我们的避难所满满都是罐头，食物应该蛮充足。吃罐头是在罐头上，平时看的也是罐头。我们的成员已经开始这样做了，女儿也太胖了吧？玛丽真感觉非常好，所以我现在是要派。泰德还是就是胖婆出去呢？胖婆感觉出去就是移动标靶，我觉得泰德就好了吧。虽然让胖婆坐享其成是一件我觉得天理难容的事情。这些脏水灌进去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些搞好。没用多长时间，大部分水就退了，但造成伤害也足以让我们不爽。要花好几天才能修理并恢复这乱象。都是什么味儿啊？玛丽真并没有什么烦恼，胖婆活得无忧无虑，她只需要面对她肚子上那团肥油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。她根本没有脖子，她爸应该是正坐的观音，所以看不到有脖子，有可能是下巴很大，或者真的就跟她女儿一样，那个脖子跟下巴是连成一起的，所以胖子会遗传。剩下胖婆，我觉得如果留胖婆一个人跟食物共处一室的话，就会把食物全部吃光。玛丽真感觉挺安全的，在这个咖啡罐大小的避难所，谁会感到不安全？我觉得会觉得咖啡罐大小的人，应该只是因为，你知道他的体型比较壮硕吧。第五天，太太还没回来，手电筒到底在哪？喝点水哦。他喝了就没有那个了、啊。泰德不知道会不会带水喝啊，有点尴尬。还是喝汤吧。其实玛丽真胖归胖，可是他其实挺节能的。他一罐好像，他每次吃好像还吃不到半罐哎。乍看之下胖胖的，其实是还以为是水肿，结果连水其实消耗都不大。哎呦，所以其实小孩是。下奴工的意思吗？下一次，下一轮把两头的猪带下来。还没回来，泰德还没回来。不然我们有可能死在废土的某个大坑里。这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局。人人都需要喝水，玛丽真也是一样。我们还有水吗？就是他不能回收自己身上有水分离啊！你有做过那个物理实验吗？有水分离啊，有水分离。这个现象，泰德到底什么时候要回来？
便携收音。那这个容量下4.2。手电筒不高。点那个电灯会亮耶。3D 勇士剑没有啦。做有美好的回忆是不错的，但我们要准备好面对残酷的现实。看起来大家也都挺能撑的啊。正可怕的极境开始有些无聊了，正如同很多幸福的现代家庭一样，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做的？你可以听警察广播电台。哎，泰德回来了。泰德怎么升级成绿卷？好可爱。童子军手册。这个是暴力看起来总像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，但一般不是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地步。里面有水了，泰德感冒了。当然，安全的待在下面总比死在上面好。泰德安全的从他的地面之旅中回来了。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房子被炸，我们的大部分邻居都被炸毁，街道完全被瓦砾、碎石和断垣残壁所覆盖。在翻找补给的过程中，偶尔会看到戴着防毒面具的过路人，貌似马路对面的詹金斯先生。曾经在家酿酒，我们发现了一些带标签的东西，应该是一些高度。但喝了两口之后，感觉像是，估计他是没酿成，还是说酿成？有一些那种比较高纯度的酒，它那个外观看起来跟水没什么两样，你喝下去之后就很烈。我们发现一个邻居正在收集书本，他说他正在找一本名叫《如何取悦男人》的书，听名字像烹饪书，结果他找到了一本《子君手册》，就送给我。跟我们要的不一样，他说的，而且出于某种原因，他没记得。一帮小孩在附近废墟玩战争游戏。小孩也是很敢的，可以在地图上玩战争游戏。他们拿到了不少真枪和子弹，在这种非常糟糕的环境下，能够说出去真是激励人心。于是我们从小朋友手中获得了子弹，别说获得，不如说缴械吧。我们最近学到宝贵的课，在家里如果你不负伤，伤痕最终会越来越多，这样真的不好。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，最终我们也会发光。就像他们一样，要么枪，要么书嘛。看这个玛丽珍好像也不是很打、欸，我觉得与其让他用步枪跟人家硬碰硬，不如用书跟人家讲道理。就是玛丽珍一介斯文，怎么能让他拿步枪呢？义务教育还是有用处的，就让我们用读书人之间的方式来好好的沟通一下。13天呢、欸，因为我撑的还没有杀黄酒。我取得联络了，军队还在，而且正要来救我们。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。操着成分音调的士兵音乐表示，出了这一点，救援就要来了。我们只需要等待进一步指示，并保持收音机正常工作即可。表示暂时失去了耐心，我们认为稍微看看外面还有没有麻烦，会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当我们正要出去的时候，黑暗中亮起了一双动物的眼睛。眼镜的主人用一种非常吓人的声音咆哮，我们只有一瞬间决定工作。用什么用？把人家眼睛亮瞎，或者是用步枪赏他一顿粗暴？我觉得这个是手电筒，应该不是光剑吧？也泰德也看起来不像是会原力的样子，对，手电筒不是光剑，我觉得还是用步枪，有子弹。14天，有。什么声音啊？迅速拿起步枪来一发，足以吓退又击倒队友。不管怎样，那个动物消失在黑暗之中，再也没有见到。15天了，这时候撑得比沙皇还久啊！玛丽珍还没回来，没有什么新问题，暂时不用。噪音总是有奇怪的噪音，从管道中来的，还是墙壁后门后，快逼疯了。我们应该需要休息一下，结果我都没有带那个，就是小桌游，选择干瞪的墙壁发呆。哎，玛丽珍回来，玛丽珍回来之后变红了，玛丽珍变成那个穿烫章鱼的颜色。玛丽珍穿烫章鱼跟我们的泰德浩克。16天，真的无聊到可以毁掉你，他会把你带入黑暗的深渊，相信。
再也没有比看到满身虫鸣论地面回合并弹所更令人开心的事情。正准备放弃搜索，上去搜寻两所空中回合并弹所的时候，进入了一个教室，这里看起来非常平，有一个哑了的核弹掉下来，卡在教室的塔里，一大帮人正在忙着向核弹祈祷、念咏这什么圣烈弹之类的东西。哇，是核弹教教主哎！感恩核弹，赞叹核弹，这简直是疯了！不过这帮人看起来挺友善的，这帮教徒确定自己不需要任何圣神，是我们把他们的水倒过来放在我们的上面。我们空水瓶慢慢变成了满，这才是神迹啊！哇，感恩核弹，赞叹核弹！看我现在变得比浩克还绿，而且又长胡子。微弱的信号刚收到政府提供的结果，棒的消息，外面的辐射几乎没有了。今天去医院应该没事。如果我们不是要打疫针的话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办什么事。这次没有弄出蟑螂，不错，你快跑！借玛丽珍去收集补给的那只马，在他回来之后，钱币上受了点伤，他说没什么大碍，但貌似有什么东西咬到了他，现在伤口看起来更严重了，恐怕已经感染了，而且要么截肢，要么医好他。其实刚好都没带下来，可能就要在这里请牺牲了。我的泰德可以拿到除了番茄汤以外的食物，会好起来的。他又不是第一次生病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不过他今天脸色有点……好啊，看在玛丽珍撑得这么辛苦的份上，还是让他吃点东西，喝点水。军队开始广播，他们说第一步是确定圣先生的位置。飞机在夜间飞过我们这附近，我们该去开会。第一，用手电筒发现，刚好我有带起来，没办法。等到20天嘞，玛丽珍看起来是很不好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但随后手电筒不亮了。幸运的在听到飞机轰鸣之前修好了手电筒，飞行员肯定看到我们了，看看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吧。其实玛丽珍意外的还蛮能撑的。今日之事决定明日之事，我们还是好好活在当下。我不知道玛丽珍是不是累了病。这个辐射避难所的人是个天才，但是从管道流出来绿色东西是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卖点，是用这个把它堵起来。哦，如果我防毒面具，我不知道能看到什么。会有水吗？这目前也只有停止菌。22天，泰德还没回来。马医生看起来有长尸斑，渴了，病了，累了，疲乏。解决了，不泄露，无事。回我们的小小小小避难所。太可怕了，我们睡不着。自从下来之后，就出现了睡眠问题，现在更严重了，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它。一直看起来可以，快要变成僵尸。结局，军队来救我们了吗？泰德已经出去太长时间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，恐怕他回不来。在所有我们可能死亡的地点中，这个可能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有可能不是。只有玛丽珍和泰德活下来的第一天，与巢相负相搏。第二天，第四天，蜘蛛人。第二天，虫群如蚊布一般激进，悲催邻居虫害与军队取得联系。我们听到的声音。感恩核弹，赞叹核弹，还有辐射消失，给军队发信号，然后没有人鸟我们。水管行动，核爆后的不明夜，泰德没有回来，死亡，所以还是挂啊。我觉得军队应该是真的不会来的。你死了。